这都两天了，哪吒还是毫无音讯，不会是……哪吒一定会平安无事的，再等等，再等等。神马前辈，你怎么还沉得住气？哪吒是为了我们才引开鳌拜那家伙的。哪吒可是千挑万选才定下的天命之人，不会那么容易出事的。千挑万选，天命之人，前辈，您到底是什么意思嘛？就是让你们该干嘛干嘛去，哪吒命大着呢。就算您这么说，我还是……韩大，幺妹，成了，成了，快看看我们的伯马。这是伯马？按你们的吩咐，选了四匹普通的伯马，喂下灵泉，小心照料。第二天起来，这四匹伯马果真毛发光亮，体魄也强壮了许多。我看看，我看看。哎呦！前辈，灵泉真的有效哎！笑话，那灵泉可是……灵泉确实有用，伯马的底子也不错。现在灵泉改善了他的体魄，三个月后再喂一次灵泉，他的后代也会一样强壮。真的吗？那要不了多久，全天下的人都会知道我们的伯马。只要日常加以调理训练，定会成为上佳品种。好了，此间事了，我也该回到谷中了。没事不要来找我，每次遇到你们都会惹上麻烦。前辈慢走。哪吒还没回来吗？我看还是向城主禀报吧。不必禀报了，哪吒托我前来为他报个平安。举灵。师父，请品鉴。不错不错，这三昧真火最能把这些天材地宝里的仙气融合为一，更兼有一股火辣之气，实在让人回味无穷。只是这纯度嘛，可以更纯些，要用心，用心。再来。师父，你已经喝了一天一夜了，什么时候教我本领呀？说什么呢？你现在就是在学本领，这天下哪还有比制作举将更大的本领？师父，我是来学真正的本事的，不是来学这些小道的。还敢挑三拣四不成？是。这么说，哪吒可以学到真本事啦？当然，学不学得到真本事不要紧，人没事就好。这个家伙总让人担心。哇，好茶，好茶呀！没想到你们陈塘关还会有如此纯正的茶。那当然，这可是哪吒和茶灵前辈一起制出的绝世薄茶。茶灵？您认识茶灵前辈？认识，大道三千，殊途同归，他的制茶之法颇为独当。对了，哪吒让我教你们制作举将，你们可要准备啊？多谢举灵前辈。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薄茶和薄马，如果能制出绝世举将，百姓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黑牛哥家就是制作举将的，在长发街那里有现成的器具和原料，我们去找他。好。哎，你们就是这样接待客人的吗？风刚。葫芦内的仙材融合几分了？
我怎么知道呀？又看不到。那就用心去看。今日博茶全部预定完毕。哪吒，你也要加油啊！这灵珠子净偷懒。这个家伙又自己跑去玩。师傅，师傅，哟，嘿嘿，终于不用再造石像喽。好吧，给师傅一点面子，再来一次好了。天庭不足为惧，人间不过圣贤不识时务的散仙和人类罢了。只要龙王与我同心，又何愁大事不成？老夫自当以天妖马首是瞻，只是，只是我毕竟隶属天庭，面上总还是要顾忌一些。这是诚意，你离应龙之体尚有一步之遥。想来这等神物与你还是有些用处的。九转莲蓬，谁？我立刻命人搜捕。来人！不必了。此人随他去吧。哦，您知道是谁？哼，在东海周遭修行，本事又能炼制如此火候的，除了太乙真人又能是谁呀？这据说此人跟脚不凡，若是听到了我们的谈话，会不会……放心吧，他背后的势力虽然不容小觑，却是冷眼旁观的做派，只要不将他们卷进来，他们便会置身事外，两不相帮。这两人果然勾结到了一起，天下苍生的日子怕是更难过了。给我容！可恶！哪吒，你心门已开，自成一方世界，须得由心而引，方能映照出世间万物。由心而引，不错。我以静之徐清，安以动之徐生。心若无物，则身外无物。心若无物，静下来，静下来。很好，很好。哪吒，心中可有事？师父，无事。可有物？无物。这举将何时能成？举将由心生，自有他的道，成时自成。孺子可教。成了。弟子已知师父苦心，谢师父传意。不愧是世间独一无二的玉液琼浆。